12月7日，央子在拍摄《女心理师》现场的一段花絮公开，姊妹听到对面有人放《家有儿女》主题曲时，立刻开心的手舞足蹈起来，手舞足蹈的小猴子看起来好快乐。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小小肩膀，大大书包，想要上学堂。看来《家有儿女》BGM 是刻在 DNA 里的，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。小雪也已经长大了，网友们也纷纷被这波情绪感染，夸赞杨子也太可爱了，就是小雪本雪啊，手舞足蹈的样子和小雪一个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点没变，不愧是一个时代的。据悉，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2005年2月12日在北京电视台首播，该剧以其浓郁的喜剧色彩、幽默诙谐的人物语言，让人忍俊不禁的剧情博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，更获得了多项电视剧大奖。剧中的多位小演员也成为了如今炙手可热的明星。